只要老实遵守这个原则，哎，虽然道理不是很清楚，照样得利益。啊，那么明了这个道理呢，更好了，啊，你心就更平了，啊，所以呀，这个跟着老师成就的人，通常就是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上根立志，他道理都明白了，他老实听话了，啊，绝对没有自己意思，啊，另外一种是老实人，啊，他是下愚之人，你说他笨吗？他真的很笨，什么都不懂。但是他老实听话，啊，也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啊，没有反驳意见，没有自己意思，他也成就了，啊，那些不能成就的中间的半吊子啊，啊，通常这个知识分子啊会是这样子，啊，所以是什么样呢？这个自己意识很多。啊，他习惯于啊用自己那套思维，这种啊搞学术研究可以，啊用自己逻辑推理的思维，啊自己这么去自己弄可以，学道就不行，学道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嗯，你还用妄想分别执着，你怎么能成道呢？啊，所以这个故事啊，确实提醒我们啊，你看这个魏应之啊，他听了敏观的这个教诫，他没有能够啊落实到底，就是因为呀，他受到这些外面的思想影响，所以就难逃定业了。所以吃素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这个定业，消除灾难，转祸为福，延长寿命。那么有人会问了，那佛家是讲啊吃素，可是儒家没有讲吃素啊。啊，那这个不是也能够成圣人吗？你看孔子，他没要求人一定要吃素，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安世先生啊，他这个评论当中啊说道，虽然孔子不要求人呐常素啊，但是呢，他也提倡素食。可以让人心地啊能够更清净。那么特别是在祭祀的时候需要啊这个斋戒。斋就是啊要吃素啊。啊所以论语里面呢有一句话讲啊斋必辨食，居必迁坐。这孔子说的。这斋，什么叫斋啊？改变饮食啊，这叫斋。原来吃肉的，现在不能吃肉；原来饮酒，现在不能饮酒。就像《弟子规》里面讲的，啊，这个父母过世的时候，我们啊要祭祀父母的时候，都要啊戒酒肉饮食，这个啊要吃斋。啊，所谓啊，丧三年呐、啊，常悲业，居处变呐、啊，酒肉绝。这就是斋必辨食，居必迁坐。居必迁坐的意思啊，具体来讲，啊，用佛门的这个八关斋戒的一条戒律来说呢，就是啊，这个起居。坐卧都不能够啊，坐卧高广大床，
不能享受。啊，这就是居必迁坐的意思。当然，更不可以啊，这个时候夫妻同房都不可以。这才叫斋戒。古人祭祀的时候啊，通过这种斋戒啊，修得心清净，这才能够啊有感通。所以孔子，你看他也是提倡啊，素食啊，戒杀、戒淫、戒肉、戒酒。那么现在人呢，反而他是这个用这一条啊，孔子他不吃常素啊，来呢。去啊，批评佛教，这就错误了。他们也没真学孔子。孔子这么多的优点，他偏偏不学，偏偏要抓住说孔子他不吃常素，就学这一点。难道以为不吃常素就是入圣道的门槛吗？所以呀，这都是什么呢？强词夺理了。自己想吃嘛，还引这些圣贤的做法为自己啊去掩饰。下来呢，安世先生又引这个《献果随录》里面的一则故事，叫卖斋啊利弊。那么这是讲到在麻城王某他吃了3年的斋。那忽然呢有一天染上了恶疮。结果他的朋友安慰他说，说你呢是吃常素的人，佛和护法神呢都会来保佑你的。结果这个王某呢，他这个升起啊怨天尤人的心理。他说我吃素的3年了，为什么还会得这种恶报啊？想不通啊！吃素哪有什么利益呢？这朋友就说了，你怎么能够这样子说呢？如果你要后悔呀，吃素，那你把这个斋呀卖给我吧。王某说，那怎么个卖法呢？他朋友就说，那就这样子吧，我们算个价钱，你吃素一天给你1分钱，3年下来你可以得到10两8钱的银子。这王某一听，行啊，我现在本来就不想吃斋了，现在还得点钱，好，就利息就写了一个卖斋券给他的朋友，换回了银子。这么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开斋了，吃肉了。结果当天晚上就梦到两个恶鬼，骂他，说10个月以前呢，你的命就该绝了，因为你吃素的缘故才延长到今天。现在你还把斋给卖掉，你现在反而什么呢？活得超过你的寿命了。所以在梦中就立即要把他带走。这王某立刻就请求说你能不能缓一个晚上。于是呢他就发誓退回银子。继续吃斋。结果就马上找他的朋友结果呢找到他的朋友之后想要回这个卖斋券。这朋友说，这个我昨天把这个卖斋券都已经烧掉了，在佛前焚化了。结果王某悔之已晚，当晚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这个斋怎么能卖呢？而且居然还有人买，这都是奇怪的事情。而且更加奇怪的是啊，居然这个王某啊，把斋一卖了，马上就有两个恶鬼来索他的命，感应就这么快。那么既然斋可以卖，那功德也是可以修啊。所以当我们能够诵经拜忏的时候，或者是出钱出力种福田的时候，这个刚一动作啊，这福已经种上了。安石先生那么在这里呢劝告这个那种难以借口的人，虽然听到了这些道理，也明了了这些因果报应，但是呢要借口还是戒不掉还是嘴馋，想要吃肉怎么办呢？安石先生很慈悲他呢给我们呢教导了五种不净观想，帮助我们呢彻底把那个想吃肉的念头放下这个五种不净观是怎么观法呢？第一种观这个种子不净因为这一切肉食这都是从畜生身上得来的，那么一切畜生都是这个父精母血交汇而成这个种子本身就不净。第二呢，这饮食不净你看看那些猪狗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狗吃屎猪吃那些糟糠都是呢很肮脏很臭秽的东西他们吃进去长出这些肉那你吃这个肉不就吃的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所以再加上呢有些人呢还吃那些这个什么猪肠猪肚内脏那是更加的不干净。第三呢是住处不净。这些畜生身体一天到晚你看就在他自己的这个饲养的圈子里猪圈狗窝大小便都在一起。住处不干净。那么第四呢是肚里的东西不干净。这个动物满腹的都是屎尿脓血。你看看那个屠宰场里面呢屠宰之后那些腥血流出来臭不可闻。当然不仅畜生如此我们人也是如此。这个一层薄皮里头那都是臭秽不堪的东西。第五呢是死后不净。畜生被宰杀了之后这肉假如不能够及时卖掉这个会腐烂。即使是用现在的冷藏的手段也难免会生细菌这肉食里面常常都会有带来瘟疫你看所谓的禽流感这是没办法治的很严重的瘟疫这都是从鸡身上飞禽里头
带上的瘟疫细菌。所以吃这种肉啊不干净。想想这些情况啊，就是对着肉啊生起恶心了，怎么能吃得下呢？更何况如果吃这个肉，那就跟他们结了太深的怨，将来要还债啊。正所谓啊，这一生吃他半斤呢，来生得还他八两。吃的肉没有白吃的，都得还债的啊。那么这种观法叫不净观，可以帮助我们呢断掉食肉的欲望啊。常常这么观察是有好处的啊。那么不仅是观察畜生啊是这么不净，也观察我们自己也是不净啊。身体就是一个不净的皮囊啊，里头装着屎尿啊，这个是一个粪袋啊，臭不可闻呐。如果是天人看我们，那真的是臭不可闻啊，跟我们看的屎虫里的屎没什么两样。所以放下这个身体，放下身体的欲望，这个不净观也有好处。安世先生在这个全书里面底下有一篇叫欲海回狂，教我们断淫的啊。淫欲啊是生死之根呢，很难断。怎么断呢？不净观呢是非常好的方法。大家这个最好啊，这个如果对这一条不能够啊戒除干净啊，自己认真的读一读欲海回狂啊，去学习一下不净观，这效果会啊很快速。那么除了这个不净观以外，还应该呀这个多培养自己的慈悲心爱心啊。那么看一看呢动物被杀害的场面呢，慈悲心很容易升起来。在今年5月29号在大连市啊，大连新商报就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这是在大连有一家卖羊肉的餐馆，这个餐馆呢生意兴隆啊，老板呢这个天天都忙不过来，因为他们呢这个卖的羊啊有一个方法，就是呢把羊牵到这个餐馆门口的一个场地上，让这些顾客看到哦，这个羊是真的是新鲜的啊，羊端上来的羊肉啊是现宰的。所以呀，这顾客也很愚痴啊，不知道这是造业啊，都来吃。这老板还挺聪明啊，这像古时候啊，这个屠夫啊，在杀猪的时候，他们都会念一首偈子啊，怎么念呢？他会提着猪耳朵啊，对着猪讲啊：“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来我不宰，你像吃你的去讨债。把这偈子一说，然后呢才开始动刀子啊。你看把责任呢都推到吃猪肉的那些人身上，自己呢责任呢全部推得干干净净啊，因为他们吃我才会宰你啊，你向他们讨债啊，别跟我讨债。那现在餐馆老板不知道是不是也学了这套
啊，你看到海鲜餐馆里面，老板呢常常会让客人看看啊，我们宰的是这条鱼啊，你要不要啊？顾客说好啊，我要，然后再去宰。这等于什么呢？把责任推到了顾客身上，是你点的，你要的啊，所以讨债得向你讨。这个老板也是这样，把羊都牵到外面。让顾客看啊，我吃是这头羊。好了，这么一点，全部的这个命债啊，归到自己身上。结果有一天呢，早晨啊，这个餐馆按惯例啊开门了，这伙计呢前来啊，一头母羊跟一头小羊，这个把它圈在那个广场上那里，啊，这个正准备啊，水啊，一盆水啊，刀子啊，这些器具准备开始宰杀。结果呢，他一这个伙计啊，要回头找一样东西，啊，那么再回来的时候呢，找不到刀子了。怎么找找不到啊？这个，然后呢，去问大家，哎，你们谁拿了刀子？谁都不知道。最后找到老板，老板说：“这有这么回事吗？刀子刚才明明就摆在那儿，怎么就不见了呢？”就来到这个广场上看了，就后来终于找到，原来呀，这个刀子啊。藏在这个小羊的这个肚子下面，大家看到的都觉得很惊讶，这羊怎么会藏刀子呢？再看看呢，这母羊跟小羊啊，那种啊依依不舍的那种表情，这老板呢，突然就良心发现，这个就决定啊，不要宰杀这两头小羊，这个一头母羊，一头小羊。那么过了没多久呢，就把这个羊肉馆呢都给关掉了。这是什么呢？老板生起啊恻隐之心了。知道造作这个杀业。就是违背天性，这是丧失天良的一切众生啊，都有贪生怕死，一切众生都有父母儿女，为什么要满足自己的口欲而宰杀他们呢？所以。能够升起这样的爱心呢，常常想到这些情形这种道理，自然呢对着面前的肉食，只有伤心落泪呀，哪里还会动筷子呢？好，这是呢我们将持斋戒杀这一句学习完毕了。下面看第44句，举步常看从矣。安世先生在注解里面呢，说道：牛羊犬马，世俗犹或怜之，若言爱惜从矣呀，无不效其余矣。独不思行有大小，性无大小。这个话讲得好。文昌帝君这里讲，举步常看从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培养戒杀护生的心。不是区分大小。好像牛羊
狗、马这些动物，它比较形体比较大，要杀害它们呢，好像比较容易升起怜悯心。可是看到那虫子、蚁子，很微细的小昆虫，还这么爱惜，这世间人就不理解了，会笑话。这个还要护这些生命，不就是太迂腐了吗？可是你要想想，形体虽有大小可是性没有大小，形是相，相有大小的分别，可是相里头的性是平等的，性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自他，没有这些分别。这个性，儒家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这个性。不仅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啊，都是性本善。佛法里称为佛性。法性，佛性、法性的作用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啊！一切的众生都有见闻觉知的功能。人他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动物也一样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乃至现在发现的。像日本江本胜博士发现水它也能够见闻觉知。它的结晶体能够随着你给它的刺激产生变化。这说明什么呢？不管有情众生还是无情众生，它的性是一样的。这个能知能觉这种性没有什么不同。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众生皆为一体这个体就是我们自性吧。所以前面讲的戒杀护生对于从蚁也不例外。如果分别形体有大小，就会区别对待。只护那种大形体的动物，对小形体的动物就忽略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戒杀护生。所以安世先生说，若为大者，杀之有罪；小者，杀之无罪。这人生虽大，终逊于牛。与其杀牛，不如杀羊、杀人。而天下之至尊且贵者，无如摩诘大愚矣。这个推理讲得太好了。如果你要起分别，说形体大的，像牛啊、猪啊、狗啊，这形体大的动物，你杀了它。就有罪，形体小的杀了没罪，你按形体大小来定这个罪的轻重，那就不合逻辑了。为什么呢？那人身它也大呀，可是大不过牛啊，牛的身体比人的身体大，那你是不是说，杀牛的罪业比杀人的罪业要重，所以这个。你要吃牛不如吃人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就按照形体大小来分别，那就是这种逻辑。那么再者，形体最大的是什么呢？叫摩诘大愚。那它是
如果按形体来分，它应该是天下至尊至贵的。啊，摩羯大鱼，我们人一般看不到。啊，我们在海里看到最大的鱼是鲸鱼啊，那是最大的动物。啊，那它们是不是天下最尊最贵的呢？啊，不是啊。你看《孝经》上讲，天下至尊至贵的应该是人呢。啊，《孝经》讲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这个天地之性，性是生的意思，就天地之所生啊，万物，人是最贵。啊，不是摩羯大鱼。啊，那么说到摩羯大鱼呢？啊，一般我们呢，接触的比较少，在佛经里面呢有提到，啊，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有这种动物，这动物形体非常非常大，啊，大到啊，就好像一个山一样的，那么什么人会变这个摩羯大鱼呢？这个他们的业因是什么呢？啊？佛在这个经上啊，给我们说明了啊，这是当年佛在世的时候，在王舍城啊，有一位长者啊，叫做福增，他后来呢跟目犍连尊者出家了啊，目犍尊者他是这个神通第一的大弟子，那么目犍为了度啊，福增尊者呢，他就带他出去游玩。那么这个经过几个地方之后啊，就来到一个古山，这个骨头啊，就像一个山一样，高700由旬，一由旬是40里呀，700由旬，这个山呢很大。啊，他们登上了山，结果呢，这个整个山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一个动物的骨头，那么这个福增就问他的师父啊，目犍连呢，说这个骨头啊，是谁的骨头？结果目犍连告诉他，这就是你自己的骨头。哇，福增长者一听啊，就汗毛直竖啊，怎么回事？结果目犍连就告诉他，这是你前生啊遗留下来的骨头。说你过去在过去生中那么你是一位长者。比较有道德有福报。那么呢，这个有一次啊，你呢就跟一般的乡人呢在一起玩这个赌博玩游戏。正因为你玩赌博啊，结果呢有一般恶友围上你了。而且呢，这个跟你讲了很多邪知邪见，你自己也就不问了正事了。那么结果，因为你呢是负责管理那个地方嘛，那么当时呢，因为有这个一个案件发生，把这个罪人呢抓来。那么这个有一个下吏是个官吏把他的罪状递到你这里，可是你呢，因为赌博没有胜，所以闷闷不乐，就没有心思处理这个案件。于是呢，就随便的讲述说都把他们处死。到后来，你这个思想回过头了，一想到，哎，
刚才这不是有些罪人要审案吗？赶紧命人呢把罪人拿上来。但是呢，下面的人说已经把他杀了。按照您的这个嘱咐，啊，已经处死了。结果这个长者听了以后啊，非常的后悔，啊，当时啊就闷绝啊倒地。慢慢的苏醒过来之后啊，就流眼泪呀，哎呀，自己呀，真是千错万错，怎么能够啊轻率的杀人呢？啊，案件还没审。就把人给杀了，自己知道一定会呀多恶道的。结果不久之后，真的他就命中了，就做了大海里面的摩羯大鱼。那么这只鱼啊很大啊，身长700由旬。那么结果呢，这个大鱼呢吃了很多啊，这些啊就在海里面呢啊是吃这些动物。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又给这个小虫啊来吃，因为他身体很大啊，所以身上会长着小虫，所以他身体会觉得很痒啊，一痒嘛他就用身体啊去这个啊。去触动大山啊，给自己瘙痒啊，因为很痒，他这个啊动得很厉害，结果把自己的身体啊磨出啊很多鲜血，把大海啊都这个啊染成红色了。后来这头鱼呢就睡觉啊，他一睡呀、啊、睡100年。然后他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要这个喝水，啊，他要张口喝水，就一张口啊，那个大海啊，那个海水啊，通通都滚入他的这个嘴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啊，有一群商人呢、啊，正好坐着船，啊，来到这个海里面去探宝。那正好逢到这个鱼啊张开口啊，因为呢一张口啊就有水压呀啊，这个水海水啊就蜂涌进来，那么这个船呢也跟着像箭一样啊飞入这个鱼腹啊，当时这群人呐 在这个船上啊都在呢呼救啊，大声的念呢南无佛。当这个鱼啊听到佛号的时候，就知道不妥啊，这把这群人啊要是吃到口里面了 啊那又造很多的罪业了，于是呢赶紧就闭口啊，结果呢船没有驶进来，它的水啊就停住了啊。那么因为啊他要这个啊护持这些人的生命，所以宁愿呢渴死，他都没有再张开嘴了。结果他死了以后，那么有一些夜叉、罗刹、水神就把这头大鱼啊拉上岸啊，就放置在岸边。所以大目犍连尊者就带着这个啊福增长者来看，就是看这头鱼。所以呀，这头鱼的鱼骨就是你自己的骨头啊。那佛告诉我们，凡是啊当大官的啊，对于下人作威作福啊，甚至是滥杀无辜这种人呢，他福报还未尽的人，来生就会变成这种啊摩羯大鱼啊，堕到畜生里面。所以这是讲到摩羯大鱼啊是怎么一个来历。那么这是天下我们说可以遇到的动物里面呢最大的啊，形体最大的。当然啊，
他还是畜生嘛，他不能比人更尊贵嘛。所以不能够啊，用形体大小来区分这个罪业的大小。实在讲一切的生物都不可以杀害。所以帝君此语啊，欲人悯乎大小之见，一举足而不忘戒杀也。这句话说得好。文昌帝君说举步常看从矣。是希望人呢把这个大小的分别放下。不管生命的形体大小，通通不可以伤害，乃至一举足这样留神呢脚下的生灵不可以忘记杀戒。念念都培养慈悲心步步都不忘戒杀，久而久之仁爱之心就养成了真正有仁爱之心，福报自然就会现前。好，下面说世人举足动步无不是罪，这世间人没有学佛的没有接受到因果教育的，确实举足动步无不是罪呀即以行路而言呢，一生误伤误命不知几千万万里这个不要问别人，就问自己就晓得了。在过去如果没学佛不要说主动故意去伤害物命，就是误伤的物命都不知道有多少了可能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已经好几条生命都命丧黄泉死得非常的凄惨所以怎能够不留神呢？曾见沙弥律中有行步不伤虫蚁咒甚为简易，宜于每日清晨未下床时先默念佛号数声这是用沙弥戒律里面的这个威仪门24门威仪里面他提到的那么这个我们在家人也应该学为了什么呢？提起我们护生的慈悲念头因为如果不留神难免无意中伤害很多的物命那么行步不伤虫蚁咒，这是求佛的求三宝的加持，让我们呢在走路当中不要伤害到生命那么这种真实的愿心自然感应咒力加持使到我们呢真的能够做到不跟众生结这些命债。那么这个做起来很简易每天早上呢还没起来的时候还没下床就先呢合掌默念呢十句佛号然后呢在这个祝愿祝愿有一首偈子从朝银旦直至暮，
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误伤时，愿汝及时生净土。那么有的书是说，若于足下丧身形，愿汝及时生净土。这是什么呢？祝愿这一天从早到晚，这众生啊，自然都能够避开，不要被我伤害。如果万一误伤了众生，也希望他们能够立刻能蒙我这个愿力，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发出这种良善的心，这种心就会有力量，它就有加持。不信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每天这么做，真的会减少很多误伤众生的这个问题。那么随持咒七遍，然后再念七遍咒。这咒很简单，按地利日利娑婆诃，念七遍。持过七遍呢，然后投足于地，则无误伤之患。按此咒呢，不问智语，人人可诵。子弟六七岁时，即宜教之。习惯则人持之念呢，自幼培植，为使非鸡鸣而起孜孜为善之助也。这是养成一个习惯。一开始可能有好几天都是忘掉，但是不要紧，慢慢的去练，慢慢养成习惯了，你就一早上一起来，第一念头就想到护生。所以这个咒子也很简单。那么如果孩子从小就受到这样的训练，那么他习惯了之后他仁慈之念就深厚了。仁慈是品德一个人有仁爱心的人，他品德就会很好。那么自幼就能够经过这样的培养那么他将来长大了，必定是一位仁人君子。所以这难道不是黎明即起孜孜为善的辅助吗？所以佛化家庭你看多重要。佛陀教育从小就给小孩加上去，让他呢养成一个慈悲的利他的价值观和宇宙观。这样多好。那么下面呢，安石先生举《法句喻经》里面一则故事这是佛典里面记载的人可护从。这是佛有一天呢，在这个奇树园说法这是我们前面有讲过奇树即孤独园是即孤独园长者供养的奇多太子也共同护持的。那么结果呢，有两位初学佛的出家比丘，那么他们呢从这个罗越齐国走过来去见佛，这路途很遥远跋山涉水，正好又遇到大旱一路上非常干渴走到路上已经实在是渴得没办法了，都快死了。忽然就看见呢有个地洞
里面呢有一升多水，啊，可是水里面有很多小虫子，那么很难得啊，遇到这些水，想喝，又看到虫，这个水里面有虫子，啊，那么其中一个比丘，啊，这是比较年轻的比丘，啊，他就说了，我们应该暂且先喝下去，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存活我们的身体，啊，我们才能够去见佛啊，啊，因为去见佛这是闻法啊，我们修行清净善知识能够得度啊。结果另外一位呀，年纪比较大的比丘说不行，把水喝下去，这虫子啊也因为被喝进去呀，而死亡。那我们是破杀戒啊，不可以喝啊。如果是破戒再去见佛，那见佛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两个人持不同的观点，那没法子了啊，个人走个人的。所以那个年纪轻的比丘呢，就喝了；那个年纪老的比丘呢，忍住干渴，最后渴死了。啊，结果呢，这个年少的比丘啊，啊，继续赶路啊，啊，就来到佛的地方，啊，自己手持的香花啊来供养，结果佛见了他，就呵斥他，说你呀，根本呢，没有见到我，你也不是第一个。来见我的，你的同伴先来见我，啊，怎么一回事呢？佛告诉他，啊，说你这个同伴，因为呀，人可互戒，啊，宁愿呢，舍去生命，也不犯了佛制定的戒律，啊，护持生命，所以他死了以后啊，他。神识上升到道立天了，啊，那么在天上啊，他看到自己的前世，也知道啊要来啊见佛供养，所以他从天上啊下到我这里，啊，已经先来见我了，啊，你这赶路又赶了好几天才来到，啊，而且你纵然见到我，也是等于啊跟我。相隔千里之遥啊！啊，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啊，什么才叫做真正见佛？要真正啊，依佛所说的去持戒、去修行，能够啊有所成就，才叫见佛。不是说见佛的身体就见佛了，啊，那我们跟随呀，我们师父上人学习，也是同一个道理呀，啊，很多人就很想见师父上人，啊，不惜一切代价了，这种心很难得，啊，亲近善知识嘛。但是要晓得，假如为了清净善知识，如果有破戒，如果有令众生生烦恼，执着自己的见老师的欲望，不惜一切代价，攀援。请问一下，这种是真见佛吗？真见老师吗？真正是跟善知识学习吗？所以师父上人常说，我身边跟在身边的不是真学。这话当然也是啊，
在点醒我们。那我们跟在身边的人，如果不是好好学的，等于没跟。就像佛说的，纵然相见，也是相隔千里。那如果是真正依教奉行，啊，是师父上人讲的话，不折不扣的去落实。虽然一生可能没见过面，但是啊，却是天天在一起呀。啊，所以师父上人教导我们，以见为师，以苦为师，啊，落实四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都要做到，啊，然后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求生净土。真肯这么做，那是真正师父的弟子，真正是如来的弟子。所以佛善知识所赞叹的是这一类人呐、啊。那么这里是讲啊，舍身护戒。那么在戒经里面啊，也有讲到这个爱护啊小生命啊，都非常的细心，非常谨慎。啊，具体来讲，像绿水覆灯，不恤猫狸，这都是啊。细微的地方啊，啊，滤水喝水啊，如果这个水源里面可能有啊小虫，那我们应该呀、啊、用这个小纱布啊过滤一下，把这虫子过滤出来，再喝那个水。虫子如果有，赶紧去啊放回原处啊，让它们呢、啊、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啊，覆灯，晚上点油灯啊，会引来飞蛾，就要把这个油灯啊啊覆盖住，啊，用东西啊把它挡一挡，不让那些小虫子啊啊误撞入啊火焰里面。啊，不恤猫狸，就是不恤养这些猫啊啊这些啊这个像狐狸呀、啊。这种动物呢，它是吃肉的，啊，它们本身就带来杀生。慈悲的人呢，都不养这些攻击性强的动物，这些是在细微之处呢，去持这个不杀生戒。啊，那么不杀生戒的目的，就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与众生一体的心啊，那么最后到连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个戒才算持得清净。那么这叫做功德无量了。好，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有讲的不妥之处，请诸位大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